大家好，刚才呢看了一段新闻，那是吴亦凡呢这还没消停，然后郑爽呢又蹦出来说话了。这个郑爽什么自曝自己在美国生活艰难，没有存款，没收入，靠喝自来水充饥，唯一的护肤品就是只有儿童护臀霜，就连卫生巾和卫生纸都要省着用，对吧？然后他那微博写什么？告诉你，我每日喝自来水为生，一共有五件 T 恤，两件牛仔裤，从来没点过外卖，看小孩子打 Uber， 然后生活全靠朋友支撑，擦买给小朋友的护臀霜，连大姨妈的卫生巾都需要保持节俭，卫生巾更要节约着用。想念中国食物，会买来葱姜蒜炒韭菜，给自己炒个鸡蛋，省下来的钱给小孩买车厘子、蓝莓，每次的育儿教练费用以及一些小孩子的小朋友的玩具，对吧？这个郑爽以前日薪280万，是1500块钱矿泉水，这可能吗？这个对吧？然后7月21号凌晨2点，就是郑爽呢，就是这个连发了数十条微博。第一条呢是转发这个官媒那个微博，是就央视网的，他央视网那个标题什么，就是把明星的门槛提上来，做艺先做人，做人德为先，这肯定说那吴亦凡的嘛。他然后郑爽的就转发这条微博，他就说什么一定要反思自己的行为，努力带给大家更好的作品回馈社会。这个就是好吧，哎。第二条呢就是艾特了然后数十个官媒账号。那意思就是对他们喊话，就是我愿意用最诚恳的态度道歉，请平台了解事情真相，我愿用余生回报，艾特了微博辟谣，艾特了这个微博法律，艾特了深圳网警，艾特了上海网警，艾特了首都网警，艾特了观察者网，艾特了广电视频等等等，环球网、环球杂志、澎湃新闻、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这个紫光哥什么，这干嘛，这是要上访啊，您这是要，对吧？第三条微博很长，大约1000字，核心内容呢就是描述自己生活怎么惨，然后列出了7点疑问，什么这太长，我就不念了啊。基本上这个他非这条微博发出来之后，然后网友什么批他什么用心不良。那么这条微博是什么呢？他是7大疑问，我就跟您说一下啊，就是他写的什么，就是第一，公关做得好，所有的错误就不存在了吗？啊，这个问题郑爽就是基本上他的意思是一语双关，一层意思是这个张恒的公关做得比他好，所以他就成了那个挨骂的人。然后第二层的意思呢，他是对这个就是整个对准了整个的娱乐圈，有曾经闹过有过负面绯闻，然后又成功洗白了那些个明星，对吧？比如以前的吴亦凡呢，什么薛之谦呢，华晨宇啊什么的，这些人以前都曾被爆过料，但是到后来呢都是成功洗白，特别是这吴亦凡，对吧？就是说他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一点呢对他不公平，这个他有些不是太服气，那这就是为什么郑爽会在这吴亦凡事件就是后发生的这个关键原因，对吧？他第二个这个疑问是什么呢？就是发布偷取截取录音侵犯他人合法权利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指郑爽指那个张恒当初和他那个对话录音聊天截图侵犯他那个他认为侵犯他的合法权益，
他认为这如果你这样做的话，难道不违法吗？不管张衡啊违法与否，就是郑爽这么说呢，其实就是基本上就是说，你变相承认什么？张衡发布的信息啊，就真实啊。大家就是对于这些网友啊、网民啊、吃瓜群众来说，你甭管是谁说的，你知道吗？只要是真的，对吧？谁说的是真的，谁说的是假的，就足够了，对吧？第三个，他发的微博里面写啊，第三个，代孕双方是否承担一样责任？为何对方却频上热搜？就是这一点呢，郑爽他其实是想问，就是说什么？明明他跟张衡犯的都是一样的错，就是甭管代孕、偷税漏税是两个人一起进行的，为什么他自己被封杀，发个言就是上不了热搜，但是张衡一发文就能冲上这个热搜呢？就是对待不公平啊！他能上热搜，我怎么就不能上这热搜呢？这他气愤了啊！第四个，他的疑问什么？实质发生在美国，我还是愿意承担大家对我的批评。在我得知代孕在中国属于违规行为，我没有回头路。我跟你讲，这一点啊，郑爽是真不聪明，对吧？你是想洗白，你呀，应该现在就是你那个身段啊放低，对吧？你有点洗白，而甚至有点道歉的意思啊，有点悔过的意思啊。你现在变成理直气壮，你现在这个变成反问了，对吧？你实质发生在美国，你还是中国人呢，对吧？你连到你30岁一中国人，基本上这个法律道德都不懂吗？你这对吧？这个是说什么没有退路？这个做错事儿，你做错了事儿，这是要受到惩罚了，对不对？你这个没有退路很正常啊，对吧？大众原谅不原谅你，那是大众的事儿，对不对？你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说道歉。怎么想办法洗白你，对吧？第五个呢，就是他疑问什么？我必须声明法律界限，我无法承担电视剧对我起诉的大额赔偿，必须声明法律规则，并非钻空子。这意思就是我没钱，我赔不起，对吧？第六个什么？税务问题可否根据正常程序申办，而不是坐定我为偷税漏税行为后再核实实际情况。这意思就是呢，就是税务还没有对他进行审核，网上就已经坐实了他偷税漏税，这对于他来说呢不公平，类似于就有点像那个电视认罪一样，就是还没审呢，然后就他自己就认罪了。同时呢，就是说这个税务部门呢办事效率太低啊，他可能还有点暗意，就是暗含这个意思啊，就是认为他这个偷税漏税什么，是他好像还不太认为他是偷税漏税，是吧？啊，好，这个第七呢，就是官媒下的杂志如有侵权行为，我是否可以维护自身权益？我不敢反驳，不代表一切都是事实。你牛逼，我觉得你真牛逼，你知道，你这话就算跟这个官媒啊，你就硬刚了。你知道吗？他这话变相就是什么？官媒有一些不实报道侵犯了他权益，就是我很委屈，对吧？这个七点疑问呢，我觉得就是属于公开质问了，对吧？你就破罐子破摔了。反正我把这疑问发出去，你知道吗？能贼到一个算一个，能贼到一个人同情我就同情我，对吧？这就是全篇的意思，就是什么？我好惨，我被冤枉了，你知道吗？我的生活是多么的悲惨呢，对吧？你看看我现在啊，这个喝自来水，然后那个冲击，对吧？擦的都是儿童那个护臀霜，对吧？也没有钱，对吧？他这目的就是卖惨，知道吗？他说这日刚才说了，在美国日子不好过，靠朋友救济，然后这个那个。
什么只有五条 T 恤衫，2条牛仔裤，护肤品用的孩子那护臀霜，卫生巾、卫生纸都不够用。然后这网上呢，他还，你看这他把他那个晒的那吃出来了。吃的那个放那个碗里边，这什么东西啊？白菜帮子、烂菜叶子，然后和点鸡蛋，对吧？这个我不知道这是给他吃的还是给他那猫吃的，对吧？哎，这个就是网上卖惨，对吧？这个干嘛呢？为就是给他铺垫一个好母亲的形象，对吧？把节省下来的钱买车厘子和蓝莓，对不对？然后还要给孩子买玩具。教育经费尽量就是最大能力给这孩子过上好生活，对吧？这点呢，我跟你讲，激不起来这网友对他有任何同情，你知道，反而呢就是让人觉得就是讨厌了，对吧？你现在要我说你就别发声，对吧？你要道歉你就诚心道歉，对吧？就是你要道歉你就说对不起，我真的错了，对吧？你像前一段莫文蔚为那个辱华，那个就是咱甭管是真辱华假辱华，对吧？莫文蔚他道歉那个，就他那个声音，那个就是那个用词措辞，对吧？他说我真的是没有想到啊，你听起来就是非常诚恳，当然他也没有办法，对吧？你这那个国内这你动不动就辱华，那怎么办呢？他也为了他自己那个演艺事业嘛，对吧？就是你要真道歉，你就踏踏实实的坐在那儿录一段视频，各位网友、各位粉丝，对于这件事情是我错了，实在是对不起。可他这文章里面呢，弄巧成拙，我就说弄巧成拙，反而坐实了很多就是张恒那话。还有其他网友爆那料，你知道吗？我就说他这人品上可能是真有问题，而且恰恰现在碰上这河南水灾，你知道，全网都在关心这河南水灾的时候，他现在发这个文，你说你说你干嘛？他不仅蹭这吴亦凡，他现在又蹭这个河南这个水灾的这个热度，对吧？你看他发这个微博，自己的事儿再说，关注灾情要紧，自己的事儿先算了，关注灾情，自己的事儿不是大事儿，关注灾情。然后是什么？这个是又发什么？7月21号发的，就今天发，连发了4-5条，你知道吗？让网友骂了，骂了之后把这个微博又删除，那个删除了，对吧？网友截屏。都是今天发的，对不对？1:39发一次，3:27发一次，3:28发一次，3:29发一次，对吧？你这不就是蹭这个热度吗？对吧？一共发了10几条，还把评论区关了，对不对？他本来想就是想打，还想打算走这公益路线，对吧？想通过这样行为让这网友对他心软的，没用，都没用，你知道吗？你再怎么卖惨，现在都没用。你知道吗？我真觉得他，我不知道是心眼太多呀，还是缺心眼儿，你知道吗？我跟你讲啊，是这样，我们以前在上学的时候，有一门课策略管理 ，strategy management， 在策略管理有一个名词叫什么？叫绝对成功要素 ，critical success factor。什么叫绝对成功要素呢？就是。你看一个人也好，一个企业也好，一个明星也好，当你没有这个绝对成功要素的时候，你就没有你的客户，没有你的观众，没有你的粉丝。你比如说苹果公司，你如果没有什么东西，你就没有你的这么多的客户。苹果公司你们认为是 iPhone 吗？你们认为是 iPad 吗？你们认为是这个是这种 iMac 吗？不是。苹果公司如果没有技术的话，没有一个高科技，没有一个高就是它独有的一种技术的话，它没有 iPad， 没有 iPhone， 没有 iMac， 它同时更没不可能有这客户。所以技术就是它苹果公司这种 critical success factor 绝对成功要素。那么作为一个艺人来讲，
你的绝对成功要素你知道是什么？你如果没有这一样东西，你就没有你的粉丝，你也不会有剧本，你也不会有观众，你也不会有电视剧，你也不会有收入。你知道什么？就是你艺人的形象。你现在破坏的恰恰就是你艺人的形象，所以你才就是落到就是今天这个地步。郑爽，你听我劝你一句，你现在啊踏踏实实的什么都不要做，你低调一下，等这事儿过了以后，或者你如果你真要真心出来打算道歉的话，你就踏踏实实真心道一歉，你知道？但是我相信你做不到，对吧？我觉得你是不是吃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吸了不该什么吸的东西，对吧？要不然咽咽头发去。好吧，这段先说到这吧啊。